欢迎贵宾莅临，师兄姐，咱大家注意一下吼，咱差不多再五分钟，长途典礼就要开始啊吼，请大家就定位吼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欢迎贵宾莅临，请你来参香。
迎贵宾莅临。
bên đường đường
会朋友这边有一个咖啡饮料吧哦，咱也欢迎使用。大门的右侧有流动厕所，伫个马路边啊，会当使用，请小心来车。回头两侧吼，帐篷的两侧各有一些垃圾桶吼，好欢迎使用，多谢。再次欢迎各位贵宾莅临。感恩咱范教授的。